寒山寺在哪里？寒山寺位于苏州市姑苏区，始建于南朝萧梁代天监年间。唐代诗人张继曾在途经寒山寺时写下了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，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。寒山寺殿宇大多为清代建筑，主要有大雄宝殿、藏经楼、钟楼、碑廊、封疆楼、双钟阁等。寒山寺正殿座上安奉释迦牟尼佛金身佛像，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十八尊精铁鎏金罗汉像。钟楼位于藏经楼南侧，寒山寺的天下第一佛钟为古铜钟，总重量为108吨，钟高8.588米，钟底裙边最大直径5.188米。每年除夕或元旦晚上，寒山寺都会举行敲钟仪式，敲钟108下，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，祈祷平安。